家好，我是陈建伟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我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爱河》。爱河这首歌呢是武雄老师帮我写词的。那这首歌想要讲述的也是跟我的新专辑《三十出头》一样的这个方向，就是我们这个年纪，然后在遇到感情的事情，想要回复一个最单纯，遇到这个环境的困难，爱河对我来说是一个，就是非常单纯的一条河，在高雄静静的躺着。它曾经很脏，那现在很干净，那它都陪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期间。那我是身为高雄人，所以我对爱河特别有感情。那武雄老师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就是，帮我把在台北生活的这些困难、这些复杂，然后拿爱河来这个单纯来做比对。所以爱河，听爱河的时候，你就会希望你可以得到最单纯的平静，最单纯的感情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梦回思念的好。